大家早，大家好。这边精神到，这边精神到不外好，我紧。我今天针对我们的水利局了哈，我们目前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力哈，当然我们目前是在吊桥位了哈，吊桥位哈。然后最慢，那为什么分六度最慢？我们目前我两年前在执行的时候，我的普及率是24.37啦，六度排很，老二，因桃园跟台南的哈，现在两年后了，我们普及率增加2%哈，26.37啦，也是六度最后第二名哦。现在我们的普及率26%多，代表70%多的污水放在我们的水沟，都市的水沟乱窜，包括现在目前哈，在我们文昌公园、南屯里跟永定里的文昌公园的一条沟渠，那个局长你也去看过了，你看上游。那天朱兰英议员跟我都到现场，你看现场目前到现在为止啦，我刚才早上在拍的，这很老外哦。台中市的污水接管率20%多，26.4%，70%多的%流在这个放流随便流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成果。去臭嘎嘎，哦，还去糊你。大概给你看凉，局长，我们这两年才进度2%啦，哦，两年过去了，我们接管率增长了2%，工程的进度是六都垫底啦。什么进度？葛定，你答应我把所有的泥基清走，从年头到现在1月份去看的，现在已经5月份了，你都不动于衷，只是把表面的东西清一清。这个有法度，这个跟咱台中市的都市的水沟，身为一个水利局长，这个看到这个东西啊，我们羞耻。真正真正来说，你很认真没有错，可是啊，这个东西啊，会讲话，你的付出是像这样，你讲话没？跟议员报告，你那个统计啊，你又统计一个六都最慢，也没有，对对对，也没有这种统计，你一定算我们数据最差的算法啊，不是哦。啊、其实哦，那个接管率哦，分母是户数，对不对？户数是一直在变动的哈、哦。好，应该是要算接管户数比较公平的、啊、哈、哦。好，那议员，你看到这个是中华民国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统计、啊，他没有统计这一项啊，你又去统计一个六都最慢的，那你就拿你的最新的数字，最好的。那我也统计一个我们进步最多的、啊。进步最多的，你拿给我看。对啊，我们是六都第一。我拿到的资料啊，是中央给我们的，这个比较准啊。中央拿到那个是接管率嘛，哈。对啊。那我们就只赢桃园嘛，哈，是那个嘛。啊，这个六都最慢是你自己。有还有一个赢台南0.02啦。对了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算法我已经跟中央反映了，不能这样算了，因为每一个县市的户数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看哦，我们接10,000户跟台南接10,000户，那个增加的比率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分母不一样，接户非常高，对，他们的接户比较低，所以那个分母分子就不一样。啊对啊。可是啊，这个是中华那个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有跟他反映哦，不能这样统计。好，啊、那个、啊、第二个就是拿一份哦，拿一份你们自己统计的数据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再给议员参考。麦德里国辉。是不是这样？谢谢议员。好啊，这个就数字不正确了哈。好，来 ，OK，、欸、算法不公正了。好、哦，不公正了哈、哦。来一个公正的，你拿。好，哦、总书记在讲，你把你的数据拿出来。好啊，这个怎么讲？这个水沟。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其实跟民众的这个民众的公德心有关系啦哈、哦。这个是我们的化粪池排放出来的东西呢，这么跟水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早期的所有的建筑，所有的污水那个对的污水从这边跑出来啊，你还没接管啊？
当初都这样啊，都这样啊。当初前面几任市长哦，对台中市是没有强制接管，所以很多民众接到他们家哦，他们就不接。嗯，那现在再反过来怪政府说他们家旁边的水沟为什么那么脏，所以我们现在都用强制接管。那议员，你讲的这部分，你的意思是百姓的错，不是你们的错？不是百姓的错，是百姓那时候不明了接管的好处，没有说他错了，他认为说接管可能会造成他们短暂时间的生活的干扰，所以他们想说就不要接。百姓不清楚，你们有没有宣传？对嘛？还怪百姓？以前的没有宣传，我们现在很积极的在宣传呢。啊，现在这个怎么办啊？这条沟怎么处理啦？这个我们会赶快去把，因为它有封底嘛，齁，我们去把底泥把它挖掉。我就跟你建议，那个泥渣都把它拿掉，最少冻了两三年啦。好、啊，这个就是一条从头到尾都没有泥迹都没有清啦、欸，就这么简单。什么时候要执行？讲一下。有困难吗？讲一下。有啊，那天我们科长也有去嘛，我有请他去把它全部把它挖除。他就不没有听你的，现在也是一样啊。他是把表面上的垃圾捡干净，我都知道乱丢的东西。可是这个东西啊是泥积啊，长期的十年二十年的沉积就在这个泥积里面。对啊，那议员你就说十年二十年，我们现在赶快去弄。对啦，你就把它清完，我相信啊，把泥积清完了、啊，这个会改善的、啊。好，那点做不足的，接管力不足的，这个用这个用。治标治本都要做，对不对？他做好事，不然你看，臭嘎嘎，这构成咱都市的水沟。以前哈、哦，这种水沟都是农水署的水沟啦。那他们现在因为都市进步了哈、哦，然后农田变少了，所以都交给我们。所以那个也不是说是我们的区域排水，但是为了民众的生活环境、哦，我们会去处理。灌溉沟渠早期有，对、啊，都灌溉沟啊。所以会封底嘛？因为这个第二单元、第三单元，这全部都在附近。这个已经都议员，你看它封底就是为了要输送水哦，让它不要入渗消耗这个水量，所以都封底嘛，哈。对啊。那这个部分以前是农水署的啊，我们会来把它弄干净。这个已经交给你们蛮久了，不是短期的，这个已经这给你们管理已经十几年了啦。不是现在才交给你们啦，应该没那么久了。不过我们会赶快去弄了。这个不管怎么用，快一点把它处理掉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那天答应我要处理泥积，到现在还没动。对啦，因为还要派工啊，等等。好，没那么久的啦，五月份了还没，效率那么差。好，来请坐哈。好，谢谢议员，谢谢。